有话就说。大酋长有个任务要你去做，而且这个任务非常重要，非常隐秘。 有件事情只能交给完全信任的人去办。部落想要赢，就需要盟友。那个小鬼国王手上有部属于他的东西，我要拿回来。你们得潜入暴风城，救出一位政治犯，这个人会让局势对我们比较有利。 想接下这个任务吗？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，女王。很好，我知道你一定不会。我已经帮你挑好合适的人选了，去取回我要的东西吧。 对我忠心耿耿，就会得到奖赏。到前面来，我相信你不会浪费我的时间。崭新的未来在等待着部落，真正的工作才刚要开始。你好啊，勇士，向你的大酋长说明来意。计划？你是说我吗？ 我哪可能会有什么计划？我早就发现你用色眯眯的眼神在看我手下的游侠了。建议你最好收敛一点。我一直在注意你的表现，看来你应该去找纳萨诺斯接受加强辅导。风行者三姐妹里，你最喜欢的是我，对吧？你好啊，勇士。 你好啊，嘿，老兄，很好，都到齐了。别考验我的耐心，快动起来！我会给你们每个人一瓶药水，现在先不要喝。 注意听好，只要一进暴风城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联络了。你还有萨利瑟拉跟洛克汉负责潜入监狱解放俘虏。斥候找到隐秘通道了，我和牛头人负责掩护你们逃出来。我帮你们准备了能死得干净利落的办法，无计可施的时候就用吧。 那是我们的逃生工具，救出俘虏之后就赶快上船。
待会儿见吧，祝你们好运。第七军团防守严密，看来人类很怕我们救走囚犯。我先往前找出俘虏，你们要掩护我。我们会引开敌人的注意，小心点。交给你比较好。我是萨鲁法尔，布洛克斯的弟弟。我蹲在这牢里的时间已经算不清，但到头来其实也不重要了。在他做了那些事以后，我已经不可能再回去他的部落了。你最好知道该怎么分辨忠诚跟荣耀，并祈祷你不需要做出选择。你不跟我们一起走了？你我都知道你们不是来救我的，你们要找的人还在更里面。好吧，萨鲁法尔霸王，既然你已经确定。我非常确定，洛克塔尔。我们走吧。这边所说，护卫来了。为了保护人民，我会不惜一切。谢谢。先知跟我说你们是盟友。好啊，我记得你，你就是那个可恶的。我们代表部落前来，我是萨利瑟拉，这位是洛克汉。之后再好好介绍吧。封锁监狱！真可怕的巫毒法术，萨利瑟拉！这是无效立场，我没办法施法。哼，那跟我来。
赶快走。我们要怎么离开这里？走这里。走错了，另一条路才对。你最好没说错，苏尔。前一步，没人能从第七军团眼皮底下溜走，受死吧，肮脏的部落！这个味道很臭。全城的人都在找我们，我们不能在此逗留。我会把大家藏起来，只要别做出什么蠢事就好。准备好就跟我说一声。来吧，大家感情好一点，靠紧一点。暴风城的居民，大家请注意，部落的入侵者闯入暴风城监狱了，请所有居民在威胁平息前待在屋内，这是国王的命令。我刚刚不是说别做蠢事吗？我们不再孤独无依了。在这里等着，继续吧。快点，别站在路中间。我们过桥吧，先知大人，您觉得怎么样呢？别害我们被抓到。如果他真的遭遇危险，我们一定会知道的。从桥上跳下去，快！哎，快跳！我刚刚不是说别做蠢事吗？保持警戒，军情七处回报，敌人在要塞附近现身，他们一定还没走远，保持警戒才能确保人民安全。希望下次你能先提醒一下。看来你不需要啊。老兄快回来啊。等一下我们要一鼓作气直接冲到码头，准备好了就跟我说。走吧，靠近一点。
等等，卫兵都不见了。祖尔没吓到尿裤子，应该不是什么大事。会有点小问题。最初称霸世界的是石人。他们人太多，屏障撑不了多久。杀光他们，别让他们通过。陛下，找到了，我会亲自扒下他们的皮，呈到你面前。我现在没有那匹老狼闻到我们的气味了，赶快离开这里。小心。回运河，跟我来。不要继续前进比较好。现在怎么了？我知道部落一向残酷无情，不择手段，但现在这样是怎么回事？真是蠢到家了，你们全都会死在这里，成为无名墓冢下的一抔黄土。我们打不过他，快逃。敌人想包围我们，绝不能让他们得逞。我需要目标。有人觉得石头城堡比较不容易着火。祖尔，你真是残酷的敌人。到港口，我们必须前进。看来场面还真是一团乱呢。别装出一副不高兴看到我们的样子。我很高兴，真的。快走吧，就等你准备好。黑暗女王，小心一点。看样子经验老道的联盟外交官，这次可不会留下任何活口。知道瑞赞是谁，但是我欠他一份情。有话快说。
他们一定是召回了罗德龙的部队，我们要怎么过去？已经处理好了，好好看着。在这里等着。拉萨老兄，你真是太天才了。我也想要一批那种鸟。他们没追过来吗？没有，不过我大概知道原因了。你看，你们一路上杀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人，但这场闹剧也该到此为止了。乖乖投降，我就把你们这些畜生送回监狱，等国王判你们的罪。多谢好意，不过我们赶着上船。那就受死吧。不要那么冲动，你可以留下来对付我们，或许会成功。不过你有这个时间吗？不，这不可能。像你这样有能力的法师，在这种时候应该能帮上大忙吧。嗯，给我记住。罗雅站在你的敌人那一边，祖尔，你要说的话应该是谢谢才对吧。走吧，我们去祖达萨。不行，大酋长要我直接带你去见他。这可是我的船，我看你是必须改变一下计划了。公主，我们可以到路上再讨论。
我事情很多，你快说。看来我们成功甩掉联盟狗了。好，很好，这趟旅程快结束了。我相信你应该不会让大酋长失望。他好像很有力量，有决心，有把握。侍奉女王是我的荣幸。我们公主也是意志坚定，充满自信，就连神王也经常拿他没办法。哦，伟大的瑞在，感谢你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现身。说吧，你有何要求？我向部落寻求了协助，但是父王他可能会反对我这么做。帮助我，你是古今所有帝王的罗雅。我都看见了，看见你的勇气，你的力量，还有因此而害怕你的敌人，那些想要谋害你的敌人已经到了。快找掩护，躲进浓雾里。完全没有风，根本动不了。船舱进水了。家了。是啊。